行。二龙路小学大事件，三胞胎被坏人打劫了。嗯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严肃点，打劫呢，留下钱伙食费，偷偷的交出来。这是妈妈给我们交学费的，不交不交。小豆，不给钱我捏碎了你。一大欺小，哼。啊啊！快快去找老师。你我一个人去叫，你们先别插手。小枪好勇敢啊！我看啊，他是想当英雄出风头。傻瓜，他打得过人家两个大孩子吗？把钱交出来！住手！丢丢丢丢丢！不许你们欺负小同学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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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嗖嗖！叮！嗷！老大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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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啪！小枪想当英雄，反而变狗熊了！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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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叫他不先报告老师？住手！不许欺负人！丁宝上，又一个送死的。砰！这下完了。就是他们。我们现在来表扬勇敢救人的丁宝胜同学。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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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是奖励包子就好了。接下来表扬聪明机智及时下来警察和老师的胡小丽同学。我怎么又成了反面教材了？不是要我们敢于斗争吗？我们还小，救人不成反而会帮倒忙的。要有正义感，救人也要动大脑。遇到坏人和坏事，救人更要护自己，报告警察和大人，打击坏人最有力。我明白了。同学们，记得下期同一时间收看《天天好习惯》，再见喽。